民众把裤管卷到最高，一手撑伞，还得一手再把裤子拉高，缓慢往前走。阿伯，我看变少啊啦。我少拉沙巴。哦，少拉沙巴哦。啊，今嘛最近。金山老街瞬间变成河道，甚至淹进民众家中，水位高达大腿，机车几乎快要灭顶，骑士赶紧熄火下车，前车通过。金山有名的财神庙也被大雨淹成这样。好几个花盆全都从高处顺着水流往下，民众紧靠骑楼内，就怕突然被庞然大物给砸中。阳金公路路旁甚至出现小型喷泉，驾驶减速慢行，却还是溅起大量水花。天籁酒店旁就有民众因为积水受困，无法前进，车辆抛锚，警消到场以人工推车方式协助脱困。接近44号桥已经完全封闭，请大家不要再进入金山。金山三和国小内也是严重淹水，教职员背着学童涉水，每一步都踩得小心翼翼，就怕会陷进坑洞泥泞中。金山区环境露水完全淹进餐厅内，业者实在好无奈。山托尔台风虽然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，但是外围环流还是重挫北海岸。新北市金山区在10月4号中午惨遭豪雨侵袭，多处地区被洪水猛灌，造成急淹水，还有部分地区惨遭泥水淹没。有民众苦中作乐，也有人非常懊恼，因为事后清理又是一大工程。东森新闻新北报道。